天的羽绒服你还拿干洗店洗吗？洗一次太贵了，其实我们在家也能干洗，而且非常干净，经济实惠，一毛钱的成本，太实用了，再脏的污垢也没有问题哦。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吧。准备一个小喷壶，加入洗衣液，倒入白醋，用清水稀释，摇晃一下就完成了。来看看我们的干洗剂怎么样，将干洗剂喷在脏的地方，均匀喷完后，我们准备下一步，用澡巾擦污垢的地方，这时就可以看到污垢轻松擦下来，不费力，不伤羽绒服，不用水洗，这个方法真好。用了自制干洗剂，效果太好了，那么脏的地方擦几下就没有了，一冬天都不用拿干洗垫了。最后用毛巾吸干水分，挂在阴凉处就可以了。